阿贝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《试炼之地》里面的极寒冰壶。那在这边呢，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格斗之魂。那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辅助来用的。那在这边呢，还可以拿到五个阶级币，还有两件金色的装备。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阿贝的频道里面，那拍了相当多的快打旋风对决的攻略影片哦。那么最新的就有这个有没有？可以免费获得到四支 Delsing 的一个拿法。那基本上呢，就代表说你是平民的话，就不用花太多的钻石在抽卡，因为拿到这四支呢，基本上就可以上到 SS 加了啊，就有一个超强的主力打手。那么在前期呢，这个春丽一波流哦，有一个最强的版本也出来了，还没有看过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记得帮阿贝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你才可以收到最新资讯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 ，Let's go。
过头过头过头，螃蟹一呀抓八个，这千万，这是怎样？是不是被开车啊？车都不会开，还要玩 GTA？